前面的朋友先让一让。我们今天劳工来的更高，不是只有丢的。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不是只有丢的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手头先看出来一个人。那个请总指挥到指挥车来，我们各队伍开始准备好不好？哈，刚刚有人哦不遵守规矩哈，随便乱丢蛋哦。那这样很没有意思哈，我想要丢大家一起丢哈。那我们现在先把指挥车叫到前面来哈。那我们请问题那边不要再吵哈，不要再叫嚣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正式整理队伍的时候哈，指挥车是要到这里来指挥队伍的啊。没关系，先来。好。的哦，现在队伍要往前往稍微叫一下，因为前面的人已经蛋丢完了，后面还有很多蛋没丢掉，我们等一下还一定会丢，可是要听总指挥的讲，总指挥宣布丢才丢，好不好？好。原则上有几件事情跟大家宣布的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注意这里听。不要去丢警察，警察有些人还蛮辛苦的，有些还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，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小孩子。我相信各位看到今天来到现场有70岁有80岁的人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展现我们的愤怒，这个国家对工人非常非常的不公平，在拼经济的过程中是砍着劳工，让劳工过得更辛苦。我知道今天大家非常非常的不高兴，我们也没有预期到今天有那么多的人，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，让社会知道，劳工虽然有愤怒，劳工是可以被共同指挥的，劳工是有团队的精神，我们来到这里展现我们的力量，告诉他要好好善待我们。所以因为后面有很多人没丢到鸡蛋，前面鸡蛋已经丢完了，等一下我会让更多的人往前走，等一下由我发号施令，说丢鸡蛋才一起丢，好不好？好。告诉各位的人不要乱丢，这时候丢看不到那个效果，我们的效果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大家都很生气，这个政府真是一个混蛋的政府，这个政府没有好好对待人民，混蛋政府台湾才会完蛋。所以工人要站出来，我们今天都站出来了，今天只是第一波，所以等一下指挥车会上来，第二个指挥车会到现场，因为那个指挥车效果声音效果会非常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让大家一起往前走，围在这条线上，我们一起丢鸡蛋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等一下注意我的指挥，我叫大家丢就丢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指挥针往前掉。要不要那个林长他们处理一下，大家现在从哪边，关键这边会乱。对，我说这边。